小宅咖啡，从日本时代种下来的。那欢迎有空的民众可以到花莲来玩。台北公光博览会，那美国迪士尼呢，跟森达旅游特别配合，推出很多优惠两位左右两，还有全部来参观的观众可以两波彩那个入场券来抽奖。那由森达旅游提供加州迪士尼三天两夜的行程，还有美国东大拉州也有参展跟达美航空。那希望把最新的资讯然后介绍出去，给全部的消费者跟那个旅游业者。活动如果说是参加我们的美国线的话呢是不用再付小费，还有另外呢我们有送这个夜游，还有签证，加拿大签证，好，谢谢。